Three heroes are came in the bush and enemy blew up. They ganked the bot lane duels. Xiaolanglang makes her first ability attack. Xiaolanglang then uses steady crowd control. Jungle gets the maximum damage. Extended kill two enemies. Good job. 若有条件性的事情，我越喜欢做。大家好，我叫杨树荣，是小浪浪的妈妈，也是王者主播和全国大赛的参赛选手。是重阳节快到了嘛，然后想让你说，他说妈，他说你重阳节要啥礼物或者怎么样？我想他要啥礼物，礼物对于我来说也没啥用，是吧？我说那跟我一起，我们把这个成都赛的赛点嘛，然后我们三个人打成都赛区，还能拿到一个第一，是吧？赛点冠军，而且还是决赛的 MVP， 我觉得我特牛特牛。7年前记住这个，我女儿她大学毕业以后去上班，接触了这个游戏，回来以后她就跟我讲，她说妈，这个游戏很好玩，她说你要不要试一下，就下载了一个，然后就教我玩。我想的就是她不在家，最起码我可以陪伴她，大家也拉近了距离，而且在游戏里面大家还可以一起说说话呀，聊聊天呀啥的。什么消消乐呀，什么方块啊，对于我来说这些游戏根本就没啥劲儿，玩得没啥劲的。然后后来接触就觉得很有挑战性，我也特别愿意去做这些有挑战性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老年人嘛，这个游戏确实有点难度，难度还非常大，但是我克服这个原因，我就是找准自己适合自己的英雄，就找一些英雄手长的，便于逃跑的，是吧？又扛揍的，反正你就自己找准自己适合自己的英雄去玩去练就行了。我就是这么玩的。哎，特别高兴，居然我还能够上王者，50多岁的，很多年轻人是吧都不能够上王者，我也能上王者，我觉得自己特别牛，特别了不起。女儿小浪浪，她就是微信视频号的一个主播。一开始我跟她做掌控嘛，我就看她跟那些粉丝互动啊打啊，我觉得真的是太菜太菜了，觉得我也能行，我想证明一下我自己。她就给我开直播，哎呦，我真的没想到，我一开直播了，场观都到了30多万，特别特别多人看，不仅是国内的啊，国外的也挺多的，而且看我的都是年轻人。开始的时候没想过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哈，确实不是这样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有爱心，特别愿意跟自己的父母，像我们这么年龄段的人在一起玩，基本上都是30岁以下是最多的。其实我个人的爱好特别多，特别广，比如说跳广场舞啊，打乒乓球啊，能做的事情我都会去做，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的，他们能行的我也能行。这是我们的一个闲暇的直播基地，平时我看他们直播的话都是在线上看，有时候还是到线下来看一看他们的直播情况，设计的情况，然后给他们指导一下。新来的主播刚起步，他们很多很多的都不会，我就会告诉他们一些开播的一些注意事项啊，还有哪些不足之处，我都会跟他们讲一讲，把自己经历过来的那些经验我都会告诉他们的。比这些还要好，我觉得我们俩之间什么事情什么话都是透明的，他要去接触这些事情我们肯定要支持，哪怕说他就走错了或者怎么样，他还年轻，他也可以从头再来，我从来不反对。比如说他直播，我就跟他说了，你将来以后做了直播做不好，你有什么打算或者怎么样，这个利与弊你要讲出来，
然后选择是他的事情，做得好就继续，做不好年轻嘛，从头再来也来得及。要相信，现在要相信年轻人。其实老年人该做的事情我也做呀，广场舞我也喜欢跳呀，我还带动很村里的人跳广场舞，打乒乓球呀，什么我也做呀，骑车出去到附近景区去玩我也去呀，什么事情我都做，每天的家务活我也干啊。你做好你自己的事情，我该做主播做主播，这是我个人的爱好。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我们也要丰富我们的老年生活嘛，我们合理的安排自己的时间，只要你们喜欢就去做就行了，一定要相信自己，真的要相信自己。